这次来东京，我们找了其中一天去逛九州井 Outlet。 我们从东京车站出发，找到八重洲的巴士站在 B1 14号月台，大概搭5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，车票可以直接上车购买，大人是1300元日币，小孩是650元日币。除了从东京车站出发的直达巴士外，也有从成田机场出发的，车程也只要15分钟。巴士时刻表我放在影片资讯栏，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参考。九州井 Outlet 有提供海外观光客专属的折扣，可以扫 QR Code 下载 App 查询商店的优惠资讯。 Outlet 入口处就有寄物柜，依照大小收费不同，最大的是800元日币。九州井 Outlet 的品牌很多，入口处就有一个很大的地图，毕竟时间有限，可以稍微研究一下，挑有兴趣的来逛，不然一整天下来也肯定是逛不完的。 Outlet 的品牌清单我也一并放在影片资讯栏，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想逛的品牌，再决定要不要去。Crocs 洞洞鞋，我和 Ruby 被门口这一区琳琅满目的鞋子扣饰给吸引，在这里挑了好久，搭配客制化扣饰的洞洞鞋就是变得很可爱。这是马里奥的，还有宝可梦的，我自己喜欢厚底的，夏天当凉鞋或是便鞋都很方便，两双以上还有额外打 40% off， 算起来比台湾便宜很多。就这样，我们一人挑了一双回家。看到影片最后有分享我们的战利品哦。因为我们比较晚才从东京市区出发，所以逛没多久就已经中午了。小 food court 填饱肚子，随便点了铁板面和章鱼烧，没想到很好吃呢。我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章鱼烧里面是什么？好吃吗？嗯，好。后来发现其实可以用 app 直接在座位上点餐呢。吃饱后又马上继续 shopping， 毕竟时间宝贵啊。法国特服的锅子我觉得挺好用的， CP 值很高， Outlet 这里有一整间，东西品项很多，可以慢慢挑。Beams 也是我很喜欢逛的品牌，可惜没有适合 Ruby 尺寸的服饰。来逛逛看 Nike 吧，像这件运动裤特价后是2990元日币，球鞋的部分价格大多落在6999到8999日币之间。这顶网球帽是1399元日币，Gelato Piquet 是我们超爱的日本居家服饰品牌，平常没打折的话定价真的不低， Outlet 有打折真的差蛮多的，比较下得了手，但是就是要碰碰运气，看有没有遇到喜欢的款式。这边大部分的商品大概都是定价在打7折左右。挑了几件居家服，买起来真的很划算。
peace. Stay high for a minute. Tongue tied, I don't wanna go home. You and I under linen.Adidas 也很好逛，超大一间，两件商品以上可以再打七折，所以爸爸就在这里买了两双运动鞋。整个 Outlet 逛起来是非常舒服的，而且现在买东西可以直接结账就退税，不用另外再去服务处退，方便很多呢。这里是 Casio， 看到 Baby G 系列的手表，价格比台湾便宜不少。如果想买手表，可以来这里找找看。森林家族的专卖店超好逛的，品项超齐全。在这里居然还可以看到历年的森林家族角色们，超有趣的。Studio Clip， 很好逛的日杂服饰店。New Balance 球鞋的部分价格大概落在7700元日币到9900元日币左右。森林家族的战利品们，在九九井 Outlet 买日本当地的品牌，比东京市区的价格还划算很多，更不用说跟台湾的定价比了，肯定是超值。建议可以爬一千来这里碰碰运气。来开箱在九九井 Outlet 买的战利品们，首先是 Gelato BK 的居家服，他们家的衣服真的超舒服的，我自己就买了两件。其中这件跟 Ruby 的是亲子装，猫熊图案的，超可爱。我的是白色的，小矮款的是粉肤色的，
Ruby 还多买了一件短裤，凑成一套。这套已经变成她最爱的居家服。然后是在 Crocs 买的洞洞鞋们，我的这双是厚底白色的。Ruby 买的这双，我觉得配色很可爱，底部和侧边还有马赛克拼贴的造型。然后是爸爸买的这双基本款。最后我们还买了一堆可爱的鞋扣搭配，可以自己客制化，创造出自己的风格。这些扣饰都是 Ruby 自己挑自己搭配的，是不是好玩又可爱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加订阅我的频道，下部影片见。